当海拉打出牌面后，所有被丢弃的牌都会回到牌面。使者苏醒。过后哦，啊，我们去三六吧，我体质这么硬。哎，我今天大破财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开车啊，然后晃神，一个晃神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自撞，哎，我撞那个停车场那个侧边，不是那个上那个交流道吗？然后我就去我的侧边，就是 A 那个柱子，硬 A。我在那五秒钟晃神，然后我的那个车子的钣金直接凹进去，哈哈哈，真的超低能的。我他妈自撞，然后把自己撞爆，反正就是那个交流到自己家里停车场，然后往上开，然后给他撸好撸满。真的是受不了。哎，傅先生呢？要不要拼一下？拼到就我的嘞。可是他拼很赌啊，说实在的，我正常应该不会这样拼。不过为了你们，就这样吧。我大拉姐，绿绿的，长得像绿蜥龟，然后你凶了 ，God， 拉姐不要被丢掉啊！有。他输了，这场我没理由输。Snape 压下去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靠赛的力量。打了 Mascato， 你他妈烧烧线烧多久？哎啦！你们的游戏结束了。XIG bar 啊！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啦，海拉，塞拉，我大海拉，你怎么输？召唤亡灵者啊！什么亡灵？我的亡灵哥来了，兄弟们，大师兄回来了！天启被砍掉一次，再加。再接再厉，这就是海啦。